事让世界亮起来。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智慧，人类是这个地球上智商上悬，而且享有充足资源的物种。如果我们透过聪明才智去制造更加多痛苦，而非带给自己和他人真实的利益，那呢我们真正比禽兽更不如。遗产，如果咱无法度为后一代留下美好的风范，那呢，咱的地球就算是白行一遭啊！机会全然浪费。传统，所有的传统，无论是宗教上或者是世俗上，拢是为了利益人类社会而发展出来。一旦这个传统或者是系统变成具有伤害性的时，就无必要去坚持遵循伊啊。一，咱是痛苦，也是幸福，取决于咱对伊外在事情的反应，以及自己内在的思维。
知，咱判断每一件代志，并为因打上标签，这拢是根据咱家己的反应。有时咱的反应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毁了家己。三，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咱并无了解内在反应的本身，却是因着外在转换不停的环境而变化多端。成为你自己的导引，一是不是要行在正确道路上，这全然取决于你自己。你必须成为自己的老师，并且试着找出使自己达成目标的方法。即你要成为家己的裁判，试着和家己做对的代志，防止家己做出错误的代志。三，你要对家己负责，唯有你知影家己的秘密，无人会当读你的心。四，当家己想要改变的时，唔通只依赖他人帮助，家己却无采取任何的行动。
动一下你的头脑。一，人总是考虑到家己的幸福安乐，你无法度了解他人给你的建议是真正为你设想，也是只为了因家己。有时阵，你以为有人要来帮你，但事实上，因有企图。而有的人可能充满了帮助你的热情，但却无提出好的建议的智慧。三，合格一个，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并且审视自己的状况，好过依赖他人的建议，来当安尼做，至少你袂后悔。尊敬，动力是鼓励的来源，而且人认为会当对你身上分享到一挂好物件时，人才会尊敬你。正确的价值观，且让诚实和美善的价值观成为你行为和言语的动力来源。自然就会当产生对彼此互相的信任和善意，如此就会当创造出和平和和谐的气氛，你生活中的障碍将会减少，你会发现代志更加容易达成。
真理的力量。一，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是困难的，一开始甚至有一点风险，但坚持在真理上，会当予其他的人慢慢地理解什么是事实，你将赢得人的信赖。相信会为你的行为带来力量，无相信无定会当欺骗他人一时，但究竟人会对你失去信心，了后你任何的作为拢将起不了作用。平稳的个性，一，世事本无常，因此自然每一个人都会变。然而，在你的观点和行为当中，加减要有一些一致性，也若无，无人信得过你，那呢，你所努力追求的目标，拢真歹达成。二，试着唔通参像一支飘伫个风中的羽毛，善变袂当解释为无常。成功，坚守你的目标，并且具体地去实现伊，你将会被当作有能力的人。只有当你伫个工作上努力无停，而且保持完全的专注，成功才会到来。
朋友。虽然咱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人格特质，咱斗阵的朋友会影响甲改变咱，因此非常重要的是，咱爱依赖有智慧而且正直，并且具有自信的朋友。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宣扬佛陀智慧，推广佛教文化，培养人文胸怀，认识生命本质。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2023神州中明汉藏伽蓝菩萨大法会，伽蓝主者和寺威灵，清晨佛赤共书城，永护法王城，魏汉魏平，范刹永安宁，伽蓝赞。汉寿亭侯关公位列佛教守护伽蓝圣众菩萨之一，不止为汉地护法，其威灵显赫，于藏传佛教亦多有显圣事迹。第五世噶玛巴德兴谢巴访问汉地时，感得关公前来护持，而后噶玛巴的住席地祖普寺便有了在藏历新年后修持关公法会的传统。2023年的藏历新年在2月21日，噶玛噶举协会定于2月25日举办神州中明关公法会，主法上师尊贵的聂多加措仁波切。法会时间2023年2月25日，藏历正月初六日，周六14点。位置资讯：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大楼，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二段242号十楼佛堂，江子翠捷运站3号出口。护持账号20010100002642 8。20010100002642 8，户名中华佛教密乘噶玛噶举协会，银行台湾银行营业部，银行代号812。仲春之际，发愿之时，净土院于一年之初举办华严植福盛会，礼拜华严宝忏净舍供佛大斋天，并施放于前印口法时普济十方。愿新的一年，不论三千世界法语恩泽，愿新的祝福成就六道众生菩提佛果。华严盛会借由读诵普贤横愿品，以普贤十大愿为纲领，广行六度万横，以愿导行，成就无上功德殊妙门。华严盛会也透过礼拜华严海会佛菩萨，消融往昔罪业于一礼一忏中，又以华严42字母庄严的梵韵，清净三业，驱入无相般若波罗蜜门。圆满日的上午，净舍供佛大斋天，
因为诸天受世尊的嘱托，于世间巡行功过，护法护教的同时，也守护大众安心办道，所以大众被以庄严的法仪与精美的供品，与感念三宝同时，也酬谢诸天的护法之恩。圆满日下午设放鱼茄宴口法时，以平等布施的悲心化解恶鬼身心饥渴之苦，与领受佛法清凉甘露之际，解脱恶趣苦因。大众随疑闻发慈悲心嫉妒的同时，自然远离恶鬼道千贪的恶缘果报。欢迎大众于新年之际广行菩提愿，以华严直福盛会万恒之英华，回向十方一切刹，皆共契入般若性海，圆满无上庄严菩提华果。美国纽约最大的教堂圣约翰大教堂为动物敞开了大门，各种大大小小不同的动物都齐聚一堂，种类十分多元，除了常见的狗之外，还有骆驼、袋鼠等动物朋友莅临现场。这是一年一度为动物举办的祈福日，今年已迈入第30届。教会学校的校牧帕蒂·维尔奇表示，世界各地很多教堂都会做我们在做的事，只是我们办得非常大。在这一天，神圣的圣约翰大教堂看起来不像教堂，反而更像是动物园。许多宠物饲主和爱护动物的人士都会带动物来这里接受主教的祝福，而此活动也是为了纪念13世纪的动物守护圣人雅西西的方济各。雅西西的方济各认为，神所守护的不只是人，还有4条腿的、2条腿的、有翅膀的、有鳍的。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